提拔。留意一樣嘢，有個收字，你可以咁樣做，或者都得。咁你話爭咁遠嘅長短，你下面有嘢啊嘛，梗係短啲啦。咁呢個下面如果冇嘢嘅，就寫個壽字長啲咯。嗰一點可以有，可以冇噶。不過啲人通常都寓意好啲，多一點就長壽多一點啊嘛，係咁啊，係嘛？輕盈啲有啲地方啊，重嗱呢個係輕盈啲嘅，如果唔係好逼噶啦，呢個又輕盈啲，佢重係重啲舊嘅啫。平均唔係唐字咩？寫錯咗，門字啊，唐字應該啊。OK， 諗住個門字。好，年字嘅寫法好多人話唔知道了幾多少下，其實好簡單啦。第一下長，第二下各位，第三下短，第四下最長。你記住短長短長得㗎啦，其實基本上嚇的上去。年復個風字可以簡單啲，就咁樣噶。咁但係如果你話寫翻行書嘅話咧，就應該重的地方都要重，編寫最麻煩的地方是長的字比較多，起字。咁個起字是長嘅喎，咁你冇咁樣寫啦，咁樣寫就太短，成個字長咗唔好睇，拉出少少，令到個字睇落去咧。因為有呢一個，所以咁樣落嚟就變咗三角形，咁啊睇落去咧就稍微橫啲嚇。連字都係呢個原因啫嘛，形字收上去。再兜，你可以咁樣都得，都得。咁呢個另外一種咧，上去咁樣樣代表，呢、這個已經代表嗰、那個啊入邊個右兜翻上去，再嚟都得。呢個門應該喺呢邊㗎，寫錯咗。寫個口字嗱，動落嚟先，係上去。咁有個長。常見的常見的長有一個字都有嘅，壽字揮春好多見嘅，福字、喜字、豐字啊，主角、新年、人都有啦。地方梗係你自己屋企嘅啦，廳堂。古代個廳其實唔係好大嘅咋，即係而家你個廳好大啦咁，房啊嗰啲啦。以前個門面咧，門面啊嘛，門當户對啊嘛，門同埋堂多啲嘅。咁形同埋門都係好噶嘛。齊曬嘅意思啊，滿咗啊，形都係啦，係嘛？即係或者呢個形咧，啊，你唔好寫虧損噶嘛，即係咁，梗係寫呢個好啲啦，係嘛？蝕咗咁樣蝕咁，所以形啊、接納啊、滿啊，都係好字嚟嘅嚇，咁就所以寫得多啲。咁呢啲字全部都係比較寓意加長同埋多見嘅，就變咗對聯，大家可以試下。咁今日又係啦，同往年一樣啦嚇，我會寫。即是無欲無求啦，係嘛？係咯，係咯，無即係心想事成咁啊，都得。Okay, 好。不靚了，這麼多年頭髮都甩曬了，不靚以前靚啲。咧，下一位，輪住啦，好嘛？祝日平安。好，全部寫行書啊，各位啊，唔好介意啊。遞書嘅話要到下晝噶啦。寫快少少啲啊，都要改卷咯。初日睇唔明啫。草最麻煩就係有啲字真係要估嘅。
家鄉嘅家字，你估唔到係嘛？咁點咧？主有運哈，多謝老師。好，天主保佑運哈。主有啊。啊打橫攞啊！打橫攞，下一位。老師，福星高照。好。下一位，福乐满家。福咩啊？福乐万事啊！福乐啊！好，快乐嘅乐定系？快快乐嘅乐。Okay。好，祝你福禄满家啊！哎，可以啊，谢谢，唔好打动我，身体健康。你叫埋啊！唔好八卦住先啊！我幾多啊？唔好八卦住先啊！過嚟睇我寫字。好。品學兼優，呢個先啊。身心開泰。算啦，老師寫。
阿寶坤要咩？你講埋啦。豬通滿日啊！唔該。好。好，祝你生日安排啊！好，祝你豬中埋，多謝老師。啊，唔係，我點解唔玩？滿啊！唔玩。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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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到抽筋，呢個茶花啦，你鬼一月十月已經開到花啦，啲花字都唔少。所以我唔敢買水仙住就係咁解。我見過水仙係啊，開曬。啊，我見到有開曬。係啊，春蘭花好暖啊，不似行過間鋪。下一位，龍馬精神。下個禮拜仲暖好似話，係啊，暖嘅身體。好啊，春天啊，可以去游水。係咁話，我係中意秋天多啲。啲水仙都飛咯，秋天真係好濕濕淋淋。天有異象，必有妖孽。有暫時。啊，今朝聽歌，歌有道最開心嘅一個澳洲仔。行雷落大雨，得啦，澳洲落大雨，全世界都希望澳洲落大雨。係啊，即係好似同佢鬆一少少氣啦，過一陣。天可憐，終於捱到天可憐嘅。係啊，即係終於捱到有雨落。但菲律賓又有火山喎，應該唔會飄過去嗰邊吧？菲律賓又有火山發發。係啊，係啊，火同埋水啊嚟嘅。好，下一位。萬物愛，萬物咩啊？皆有靈。真係唔得㗎，寫五字唔得㗎。有冇四個字㗎？有冇四個字？萬物有靈咯。萬物有靈。係你咋嗱？皆有靈，皆有靈。咁啊，唔使有萬物皆靈。係咪萬物都有靈㗎啦？盡量有規矩啊，各位啊，四個字啊。如果唔係越寫越多，係真係頒獎咋？所以如果唔係個個都話咁多六個字都係多一個字啫，我寫一下變咗成句嘅，你知唔知啊？呢個零啊嘛，係。好，多謝老師。轉過去滿日。關事嘅，都係嗰個父。唔係最緊要，佢同你有共通點，都係我學生。冇錯，咩啊？冇所謂啊，你俾埋我都有多，唔需要。不過咁問哦。喜氣，喜事盈門，喜氣盈門啊嘛。係，冇錯。佢唔使
有啲執著佢，我呢啲貼呢度嘅。哦，佢就算唔貼都可以要嘅，有啲送俾人嘅嘛。要嘅。佢谂以为你想要，唔系啊，唔系佢贪心嘅，需要嘅，想需要系多咗，系啊系啊，我唔系啊，够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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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仲打橫行添，做咩出唔到啲？老母打橫行，壓榨有用，咪咯唔好喺呢個時。佢一開打橫，打橫行啫，三個字。呢個年尾門好似門尾嘛，係啦，橫橫尾係嘛，嘉樂老師，嘉樂四條法環。下一位，心想事成。哦，心想事成啊！做咗一次，佢邊度都係，因為你家分分都唔係做女仔，而且好多成。係啊，唔得佢心多得係，係啊真係。即係。下一位，老師又想金鼠報長歲。金鼠長歲啊？金鼠長歲講到鼠長壽啊？長歲。我唱咩？我唱。唔係噶。普通話都好好聽嘅呢個祥祥瑞，金鼠祥瑞，對。瑞。瑞氣啊嘛。係啊。吉瑞點解啊？吉瑞展翅上騰啊！哇，咁重嘅，有上一句嘅，我其實想寫兩張啊，之後話唔可以，咁我寫前面嗰句，即我寫一張係寫同埋佢點啊，咁即俾佢點講啊？展翅上騰，因為我唔識寫。呢個未聽過呢個。下一句應該快速到達。唔係啊，上一句係重新出發啊。然後再下一句快速到達都得㗎。順風啊！順騰係咩意思啊？展翅上飛啊飛啊嘛！翅啊嘛，逆風飛啊嘛！哦哦，展翅上係咪？順風順水快啦快啦！到達生意興隆。我同你個女寫埋一本萬利啊，一本萬利，你個女啊，你要生意係嘛？唔係佢啊，佢個女。一本萬利啊！咁啊，阿邊我一本萬利嚟幫佢俾埋佢。幫佢女一做生意。諗定啊，唔好要等啊！我知，係有乜教㗎？係啊，你有名啊？嚟得㗎啦。呢個冇教都瞓覺啦。萬里，你冇一本萬里，跟住寫埋一本萬里咯，一本萬里啊！係係係，三零六零，我幫你拎佢吹乾。你表白出嚟，呢個料嚟㗎。哇！呢個好犀利，一本萬利啊！一本萬利，可唔可以無本生利啊？我寫得無本生利。
第二個一定是奸商來的。唔該上吧好了我叫什麼打橫都要用打橫出來平安好我以為他寫我那個不是他人家拿了就不是你的了本身那張是你的本身是你的有啊寫得了出來平安你誰拿啊誰拿啊名字不知道不知道有時間中寫到的自己放在哪裡就寫自己真的趕住走的可以用紙巾印一印佢噶 ，OK？ 邊個？張某。張某，嚟啦！是打得老師，是打得老。立切是不是啊拿來吧立切立切的你立切的他回去耳仔都甩你回去櫃壇官耳仔頂低頂壇官頂壇官歸流長寶不要拿我講一講還有五分鐘不要走著我繼續講完終於有這隻方的了比較有趣的樣子我講一講真的買的就不大的尺寸其實我剪出來的本來的樣子其實是這樣的 sorry 這樣的真的大啊剪到我手都攰埋啊即係咁樣嘅。咁呢個 size 咧，大家會吃力嘅，真係咁大個福字。於是將佢剪到一開四啦。咁呢個點樣用咧？你可以當佢冇冇到嘅，即係換之你寫嘅時候咧，只需要留意嗰個 size， 就唔需要留意呢、這個。譬如話，我而家寫個福字啦，你望住啊，隻字好寫嘅，唔好呢隻咁鞋添。嗱，大少少唔怕嘅。然後重嘅，即上嚟。就算咁樣揩到咧，你當佢冇到得噶。好滑㗎嘛。好滑㗎。你有佢得㗎啦嚇，佢唔會起咗啲顏色啊，入唔到啊咁樣嘅。嗱，你望後邊 ，OK 咁透。所以咁樣寫好睇。咁你話我真係想避佢咧，可以避到嘅。譬如話我真係寫如意兩個字啦，咁你咪試下咁樣做咯嗱，睇住啊，我咁樣做啦嗱，如意字咁樣樣，下面個意字好睇嘅。啊、即係呢個話其實當係一個唔係重點。咁你話真係想避佢，我完全唔想揩到佢得嘅。譬如話，叫我寫個福字啦，睇住啊，我寫個扁扁地嘅隸書嘅福字，輕盈啲嘅。然後嗱、OK。下面到花紋甚至乎再寫重少少 ，OK？ 一個花紋，你譬如話寫招財進寶咁樣，你揩到全部都整到都冇所謂嘅。譬如話嗱，寫高少少咧，個寶字嗱呢度呢個位，嚇咁好啦，你下面有餐廳噶嘛，係咪？逼少少呢個位置，逼上去兩點。嗱、啊，呢、這個冇低喎、哦，呢、這個位置因為你要擺嗰個餐廳仔噶嘛，係咪？冇低啊！咁呢個經驗咧做得多就其實你自然會知噶。呢、這個位又係啦。總之呢個位同埋呢個位置絕對唔可以密籠，呢一密籠咧就冇得架船噶啦，沉噶啦咁樣樣。然後最尾個餐廳仔呢、這個補翻呢個位咧，嗱係咁樣兜上去嘅，重，然後兜，你要兜住個補。在海浪入面咁樣樣其實係好睇嘅嚇，咁四張啦，咁就咁嘅意思啦 ，OK？ 有嘅一包。